Thank you. Thank you, 1950年代，在某个小村庄的教堂里，水晶娘玛利亚站在牧师前，等着自己深爱的未婚夫的到来，确实是不见未婚夫的影子。未婚夫呢？我来。 为什么贝达还在笑？你竟然抛弃我！哼！玛利亚难过的跑出了教堂，来到了河边，不断的思考着自己和未婚夫的关系为何会变成这样。 OK。 受到惩罚，同时以狗的身份生活在人间。